朋友们，简简单单来个羊头啊，料子交给啊。
鱿鱼须啊，家人们。蒜泥白肉，腊八蒜，先吃肉。
吃个大肉肉。今天中午有老铁私信我，让我吃这个。假如你像我这么吃、啊。今天吃脆皮炸鸡火鸡面，火鸡面。
碗喝的砂锅土豆粉，这个土豆粉真的很好吃。千张黄花豆皮都是里面自带的，河南风味最好吃。它应该是升级了，你看它土豆粉变得更晶莹剔透了，粉特别入味。这个汤嘎嘎好喝，鸡骨熬制汤底特别鲜美。这就是一包的量啊。绝了。